现在用下界合金斧一个跳劈，能打铁傀儡64滴血，伤害还是非常高的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杨墨的百宝箱。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数据包，是一个杀怪会让自己变强的数据包。具体就是每击杀20个生物就会增加1级的力量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一直击杀生物，那么到最后呢，我将能一刀秒杀末影龙。嘿嘿，这才是真正的腾龙勇士啊，应该是这样没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一个字，干就完了，兄弟们。当然在此之前呢，还是需要挖一些木头的，想杀怪呢得有一把合适自己的武器才行，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。我一般是用木镐一次性多挖点石头，这样就省得后期还要再去挖了。今天的目标有点不一样，看看这款数据包最高能升到多少级的力量，不知道10级之后还会不会有增加的效果。还有这些铁矿呢也都挖走，待会儿造把铁剑让伤害最大化好吧。然后今天的话呢就不去挖钻石了，毕竟咱们是要体验越来越强的感觉。行了，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狩猎了。那么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去哪儿找那么多的生物，毕竟每20只提升1级力量，好在这边猪还挺多的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养猪场啊，周围全是猪，可能是村民们养的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力量效果，而且直接就是2级。哎，我已经感觉到这股力量了，呵呵，终于可以用剑来杀怪了。但不得不说啊，这是我见过生物最多的一次，就光村庄这周围的一圈吧，我估摸着怎么也得有个40只生物吧，猪起码占了50%左右。天也快黑了，现在是力量3的效果，我觉得今晚可以不用睡觉了，多准备一些面包然后干就完了。今晚就让我来保护村庄吧，铁傀儡你可以休息了。就我现在这个力量，什么怪物不是一刀一个，简直不要太轻松好吧。我现在只是嫌怪太少了。哎，这边的怪物突然躲起来了，看我的走位，一刀一个骷髅怪。刷了一晚上了，结果才7级的力量效果，还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啊。先来看看打铁傀儡多少血。贵贵，一个跳劈40滴血，3下就能解决，如果等级再高点，那2下就行了。所以我打算用指令刷一些猪，提升一下等级。我现在的这个 buff 啊，已经超过了10级了，所以就显示不出后面的数字了。现在用下界合金斧一个跳劈，能打铁傀儡64滴血，伤害还是非常高的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最高就是只有力量10的效果，之后就不会上涨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想要一刀秒杀末影龙，看来还是有点够呛啊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这款数据包的所有内容了。这款数据包啊，非常适合用来做挑战。那本期视频呢，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喽。